好，我们上一集把指示给弄出来了，然后指示也长大了。哈？这么快？那我要怎么解啊？不是啊，那我们长大也这么快哦？哇靠！哇靠！这些会不会太猛？就是我有几天没有上线了吼，然后我们那个儿子他没有存档儿子的天数，反而按照我们没有离线的时间去计算儿子的年龄。这个嘛，所以我要怎么讲啊？所以还要去重生一只吗？这个嘛，不好说哎。好啊，那就去重生啊。第六公主。